来，没想到上一秒还是可怜的阿姨，下一秒就变成了人贩子。我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，他说他不会用现金，怎么可能啊？好在后面跑得快，不然我们可能会被卖到大山里，到时候怎么逃都逃不出来。行了行了，只要人没事就行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你可要多注意，别再傻傻的跟着走。不会了，这种骗局现在可多了，下次遇到这种直接绕道走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这几个人上新闻了吗？那我们要不要报警啊？暂时先别，一是我们没有证据，二是我们不知道那几个人现在在哪，现在报警会弄得很麻烦，等下次再看到他们再报警也不迟。好吧，先听你的，我还有事先走了，你自己多注意。嗯，正好我困了，想眯一会。喂，爸爸，打电话干嘛？你们要回来了吗？就是问你吃饭了没，我们还要在你外婆家多待两天，没办法，你外婆的腿又疼了，我们实在是回不去，你自己乖乖的先挂了。好家伙，我还没说完呢就挂了。算了算了，爸妈照顾外婆挺辛苦的，我还是别给他们添麻烦了。今天惊吓过度，啥都吃不下，但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吃，就煎个荷包蛋吧。什么声音？电钻，这都凌晨两点多了，怎么会有人在装修啊？奇怪，下去看看。卧槽，这不是今天早上那几个人贩子吗？他们怎么找到我家的？门打不开，那就把这个窗户弄破，反正今天一定要进去把那个女孩带走。姐，我怕会吵到其他住户，万一被发现我们怎么解释？要不还是用吊绳爬到二楼。好好好，这群人胆子也太大了，敢明目张胆的来，赶紧去报警。